等一下，董哥打断你，要进广告，帮我呼吁叫大家回来，帮我讲一下啊，叫大家回来啊。是哦，大家一定要回来啊！顶中天要继续看90分钟的广告，90秒啦，九十秒。你知道这个有广告哈，对我们来讲是有点困难，但是我发现这两天我们的抖内特别多，大家用这个方式来帮我们加油打气。每次中天有困难的时候，温暖就进来了。你看大笔的抖内 Hunter 啊，1500，好高金额，怎么换网址啦？中天加油，大家快来按赞啊！都在帮我换网址的方式，今天辫子没有告诉你，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啊，你可以上网看一下，要不然你去问网友，大家其实都知道，7种方式很好用。来，再来啊。温小燕，我爱董哥，董哥爱我，不是董哥最棒，董哥不爱骂人，吴淑珍不爱钱，好有趣啊！你看我们的网友是不是很有幽默感？滴滴劝啊，即使常常无法准时收看辣晚报，但对中天的支持坚决不变，中天加油！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哦，谢谢啊，一家人的概念。来，台中阿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按一个大大的赞给中天，请董哥喝水了哈，好感动哦啊。那要有14的梗啊！对于威尔史密斯甩人家耳光又道歉，走着瞧，不要当真啊！哦，当然也要有比较跟台湾比较相符的。对于哦，房客坚称付了8000块不含税，走着瞧，我也不当真了。对了，那我还有一题，还有一个啊，再来。都好精彩！对我的好朋友陈水扁说：“吴淑珍不爱钱，走着瞧，我不当真了。”那题我们没有谈到，但是那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引发热烈的讨论，我看到这个大家惊呆了。阿扁，你还不了解你老婆吗？好，当然啦，这个这样的回家日子比较好过一点，知道吗？哈，敏慈消防主播纪大使晚安，韩冰董哥喝水，好，中天最优质，谢谢韩冰最棒，好，道阳。董哥嘉文，北斗星号这艘由6位台湾人合资约台币6000万买来的船，因为联合国经济制裁北韩，透过卫星发现北斗星号疑似在公海卖油给北韩，就交给我国查办。检方立刻起诉北斗星六的各船东，并且禁管4名外籍船员、印尼籍船员住在被断水断电的船上600多天，毫无人权。船东抑郁而终，为了帮蔡政府结交国际，检方。声闻罗织，不料从1审到3审都无罪定验，因为谁都可以看出船的外形不一样。但北斗星号已经成废船，损失高达新台币2亿多元哦。谢谢你这董哥的文章，他关注到董哥董粉哦，谢谢你把这个讯息公布出来哦。又是道阳，敬请踊跃收看2022月20日小董真心话，哥伦布发现新中国，民进党的思想大改造哦，还有董哥谈新闻，激辣中国1月在台湾出版，大陆都被机械式替换成了中国，导致出现哥伦布发现新中国，南亚次中国。谢谢道阳这个董粉，忠实的董粉。XO 酱不简单哦，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，你才可以吃到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 XO 酱。好，扫描这个 QR code 啊，或者上快点购，你就可以享有折扣，把顶级的 XO 酱给带回家。